一个大招解决四个人，就是那么牛逼。往哪儿跑？跑吧。往南跑吧。南跑。就穿 parking lot 往南跑。这里边。对。对。二打四，跑腿的。录下来了。这你妈还没家，母鸡还没来呢 ，David 没来呢。来了四打八没问题的。好，就好的打招，咱们的攻击力每次都他妈浪费在对招身上。我那个后来你被点着那阵儿，你撑过去，你要没撑过去，那你也就完蛋了。因为我也被烧着了，我烧着是放不了大，但我们俩都挺过去了，那就好说了。怎么着？穿，从这边穿吧，往南跑。我今天下午那个电工跑那阵儿就这么跑的，各种穿。后来剩二十秒，被三区两个那个无名小猪给怼了，开个大奔我来了，我操你妈！哎，来了，不是。前面有人，前面有人，前面有人，我操，前面有人，怼死一个，怼死他，我杀了他，准备让你杀他，怼死，走，走，咱往这边进球了，嗯，你有扫扫一下了，嗯，刚用了，他应该在这个点，没人上去看，跟我走啊，嗯。金了，我操！